CYCOV 制定疫苗是全球首款针对新冠病毒的 DNA 疫苗。印度阿育王大学病毒学家沙希德·贾米尔解释道，尽管 CYCOV 制定的效力似乎低于某些 mRNA 疫苗，但今年在印度开展临床试验时，正是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印度肆虐之时，而早期的 mRNA 疫苗试验则是在传播性较差的其他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流行时进行的。因此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 DNA 疫苗在临床试验中难以诱导有效的免疫反应，因此直到现在，这种疫苗仅被批准用于动物。据自然网站报道，其他几种针对新冠病毒的 DNA 疫苗正在研发中，这些疫苗使用了多种抗原和传递机制，其中两种疫苗已经进入后期试验阶段，一种由总部位于日本大阪的 AngiAi 公司研制，另一种疫苗由美国 INOVIO 制药公司研制。